上课了，把你的课本拿出来。哎，赶快赶快，课本拿出来。好，我们先请一个同学来帮我念课文，看一下名字哈。好，我们请徐小珍同学来帮我念一下课文。徐小珍。古之学者必有师，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。生乎吾前，其文道也。先读到这边，先提一下。各位同学，这一课呢是在讲到，是说，第一段呢，不会的，你好，我叫李安。这古呢，意思就是说古今。小珍，你怎么了？走，你去那坐。我跟你说吼，这种男生要多少就有多少的啦。哎，不要。心情变好的秘密武器。好点了吗？好美哦！对耶。这给你。那我的给你。
小珍，嗨，小珍，小珍，小珍。对不起。